来关心其他消息，咱台湾对这2001年都开始来实施这导护刷相关的这保育措施啊，啊，到了这2008年，国家禁止啊，哦，来掠这导护刷啊，长期安尼保护，今嘛学者观察到啊，伫这朋友出现的这导护刷是永摆的三倍哦。体型大毛大大的嘴，这就是海中上大鱼类金鲨，因为洗作公公阁好掠。红叫做大公鲨，嘛因为百一百，佮红叫做豆腐鲨，因为伊是华盛顿公约 CITES 内底保育类动物。台湾嘛，为2001年开始实施保育办法，到2008年更加禁止掠豆腐鲨。十年落来，数量慢慢增加，其中学者李平欧发现，族群数量成长是一再三倍。这十年之间，澎湖抓到了豆腐鲨，我们的资料显示，大概都是五尾前后诶。在3-4月间，它来游豆腐鲨的数量大概是往年的数量，大概达到3倍。为着要更加了解豆腐鲨生态、甲洄游路线，海洋大学甲业主合作进行卫星标识计划，要加入全球保育工作。不过，除了关心名称物种，动物团体嘛相当注意，因为台湾人爱食鱼翅，造成鲨鱼红乌白裂。业主表示，为明年1月开始，为着要减少保育类鲨鱼被挂起了后，等等海中死去，要来进行更加严格管制。有这种呼声，是希望我们鳍根不要脱离身。我想这个东西是我们明年度开始，我们会逐步的来推动。业主呼吁居民嘛是爱来了解国际上保育豆腐鲨甲鲨鱼的方向，唔通凊彩来掠。就像今年伫屏东甲台东查到渔民掠豆腐鲨，那确定是非法的，渔民会罚300-15,000。记者林志梅、柯福财台北报道。